大家好，欢迎咁多位今日嚟临我哋香港 JW 曼豪酒店联乘 Hiller Pharma 嘅 Hybrid Event Showcase。我系 Alice， Director of Sales and Marketing。唔好意思啊，由于疫情嘅关系咧，我而家唔能够现身喺舞台上面同大家见面。咁希望大家见谅。咁而家咧，其实我系透过一个叫 Excel 嘅技术咧，喺台上面见大家嘅。咁喺呢段时间，相信大家都辛苦啦。很多 event 轉做 virtual events 啦，傳統的錄幕大家都已經用了很久，或者可能日日用啦，個個星期用，用到很悶啦。咁啊，成日都要搞盡腦汁，諗下計仔，點樣可以做一個創新啦，好 creative 嘅 function， 令到人客 join 你嘅 function 嘅時候都覺得有啲特別。雖然疫情已經穩定啊，但係暫時坦白講，大家都未飛得，因為咧都仲係要做隔離，有21日啦、14日，都好多唔同嘅變化。咁我哋相信 hybrid event 咧，依然都係一個新嘅趨勢啦。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就火拍咗 Hiller Pharma。希望帶一些少在會議上用到的新技術、新資訊。我們很多謝 Hiller Pharma 這個團隊跟我們合作的。今天呢，我們會用一種叫 XR Extended Reality 的技術，將現實的世界和虛擬的世界呢，看看怎樣可以呢結合，務求令到 speaker 和咁多位即係在座嘅觀眾咧，有全新嘅體驗。咁我哋都示範一啲特別嘅效果㗎。將演講者應該會變得比較立體化咁變出嚟啦。咁亦都希望令到演講者同大家咧都有啲 interaction， 有啲互動嘅機會。咁從而希望咧參加嘅人客咧都更加有投入感。咁一陣間咧，我哋會俾機會大家體驗一下嘅喎。咁事不言遲啦，我哋嘅宴會正式開始。咁咧，而家有請我哋 JW 萬豪酒店總經理 GP。GP 咧係來自馬來西亞吉隆坡嘅。咦 ，Hello GP。哇！咁快到香港啊？唔好意思啊。Hello Alice， 你好啊。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Happy Friday， 大家好啊。我是 GP， 加入呢间酒店咧，从二月份开始加入呢间酒店，想借此机会咧同大家打下招呼，见下面。咦 ，GP， 你唔系唔可以嚟到我哋现场咩？点解你会出现咗嘅？哦，系啊，好彩有 Hiller Pharma 嘅帮手，令我咁有立体感喺各位面前 zoom 一声咁出现啦。咁GP 雖然而家身在馬來西亞，但係咧感覺咧就好似喺我隔離一樣啊！咁好有立體感啦，亦都好真實嘅。咁你覺唔覺得啊 ，GP？ 係啊 ，I feel the same， 好有同感啊。Alice 啊，不如我哋有請 Hiller Pharma 嘅 founder and owner， Sunny 陳生，同大家講下究竟係乜嘢令到我哋兩個可以身處同一個空間咁嚟溝通。好啊好啊，咁我哋而家邀請咧身處喺香港仔 office 嘅Sunny 出嚟同我哋介紹一下先，有請 Sunny。大家好 ，Hello GP，Hello Alice。Hello Sunny， 好多謝 Hiller Pharma 同你親自帶隊支持今次呢個活動啊！希望借今次機會咧，俾到我哋啲來賓多啲靈感，日後咧在會議嘅安排啊，有不同嘅 idea， especially 特別係我哋嘅呢個virtual event， 好啊，好。So time, Sunny. Sunny 啊，咁可唔可以講解下咩叫 XR Extended Reality， 同埋我同 GP 究竟係咩技術咧？將我哋兩個係擺喺同一個舞台，同大家一齊可以見面㗎？當然可以啦 ，Alice。嗱 ，XR 咧就係 Extended Reality 啦，咁佢其實包含咗咧 VR 啦、Virtual Reality 啦、AR 啦、Augmented Reality 啦，同埋 MR 啦、Mixed Reality 三種技術嘅。咁今日主要咧，我哋就用咗兩個電腦嘅 server， 加咗個 Real Time Rendering 同埋 Camera 嘅 Tracking。咁啊，將現實嘅表演者置於實時置於一個用咗 AR 同 MR 嘅技術嘅虛擬舞台背景入面，達到一個更豐富嘅視覺效果。咁啊，大家畫面上你見到阿 GP 同 Alice 其實喺同一個舞台上面，但實際上咧佢哋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喎。咁啊，透過網絡，我哋將阿 GP 喺錄幕嘅影像用 MR 咧就傳去嗰個 XR 嘅舞台上面，咁啊營造出 Alice 同 GP 好似喺同一個空間嘅感覺。咁即係以後大家考慮做 virtual 啊 hybrid 嘅時候咧，再唔需要局限喺舞台嘅大細啊。個地點啊，唔同嘅道具啊、背景啊，甚至你睇喺邊一度個 presenter 咧，都可以匯聚喺同一個畫面中，咁啊大家更加有身歷其境嘅感覺㗎。咁啊其實大家之前已經接觸唔少錄幕做嘅 event 啦。咁啊錄幕嘅效果咧，同埋條件要求咧，就係有啲局限嘅。空間細嘅，佢立體感就唔夠。效果多啲咧，你有好大嘅空間去擺個錄幕。咁同埋咧，嗰個背景咧就係得個綠色，冇實體畫面。咁對於有部分要同嗰個錄幕要做一啲互動咧，佢就會有啲挑戰性嘅。咁大家一陣可以去睇睇咧，或者試下咧個 XR 同錄幕嘅分別啦。同埋以後其實喺日常生活之中咧，你哋有好多機會接觸到咧 XR 嘅技術㗎。
我覺得很犀利嚇。我哋三個人雖然係身處不同的空間、不同的角度啦，但係咧大家一起可以在個舞台出現，而感覺咧都好真實嘅。我同 GP 可以有眼神的接觸啦。另外咧，你見到呢個背景咧，其實咧 Hiller Pharma 都可以咧為大家咧度身訂造嘅。咁其實新嘢人咩念頭令到你諗到咧將 Excel 呢個技術加入去會議俾人客使用咧？疫情已經有一年幾啦，大家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佢嘅影響嘅。特別係我哋呢個 MICE 嘅行業，受到嘅影響咧係比較深嘅。咁同時我哋覺得咧，會議嘅文化喺後疫情期咧就應該會有啲改變㗎啦，同埋由傳統好多嗰個實體嘅，變咗利用網絡嘅 hybrid 或者 virtual 嘅形式。咁我哋Hiller Pharma 你知一直係主力提供呢個會議嘅技術同埋器材。咁我哋喺呢個行業咧就做咗好耐，有30多年。繼2000年在上海、北京和深圳開了分公司之後，2013年我們就進入了美國的市場，分別在拉斯維加斯和東岸就設立了據點。一直以來我們也終於引進新的技術和器材提供給會議的行業，我們深信這個 XR 的技術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是一個更強效、更普遍的選擇。很多謝萬豪酒店今次找我們合作去提供這個服務，我們也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質素和更有效益的選擇給大家。 Thank you。多謝曬 Sunny 啊！我相信大家對 Extended Reality XL 呢個技術都有初步嘅了解。咁咧 ，Hiller Pharma 亦都好好啊，製作咗一條短片俾我哋咧，再明白多啲 XL 呢個技術嘅概念。咁不如我哋一齊睇落。咁而家去片。多謝你今天過來支持我們，多謝你今天邀請我過來。我們今天見到 Bryson 就真的很有口福了，因為 Bryson 是我們香港 Top 25 Mixologist 來的。你見到 Bryson 帶了這麼多東西來，就應該知道應該有些東西喝，是不是？我今天我會溝一些不同的飲品。我想入場的時候呢，我的同事呢都 share 了一個 link 給大家，有個 landing page。 我們現在想做一點民意調查，看看弄些什麼飲品好嗎？好啊。其實呢在條 link 裡面大家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就選擇 mocktail， 一是就選擇 cocktail。 mocktail 和 cocktail 有什麼分別啊， Bryson？ mocktail 和 cocktail social wise 呢， cocktail 是有酒精的飲品，另外是mocktail 就是雞冇酒精啦，冇酒精嘅飲品。哦，即係一個就叫雞尾酒 cocktail， 係啦。另外就叫雞冇酒。雞冇酒，係啊。嗰個雞冇酒我都係第一次聽。咁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其實通常啲客咧，疫情期間你見佢哋中意飲 cocktail 多啲定係 mocktail 多啲啊？其實當然疫情啦，而家身體健康最緊要啦。咁我發現我哋啲客人咧，而家咧特別要求多啲係咩咧？係雞冇酒啦 ，mocktail。係啊，都好 surprise 噶，其實即係而家都好多客係中意揀 mocktail 比較多啲。OK， 咁我哋就睇下大家投票嘅結果好唔好啊？因為工作人員好似已經有 result 可以俾我哋睇啦。咁我哋直頭睇下，咦啱喎，你估啱咗喎，原來而家都好多係嘛，好多人客都係揀0% alcohol 嘅 mocktail。咁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就交俾 Bryson 啦。Bryson 咧會幫我哋示範呢一款 mocktail 好唔好？好，多謝 Alice。哇！咁 Negroni 啦 ，Negroni 而家都好出名噶啦，全世界。佢係 Negroni 係意大利嘅飲品，雞尾酒啦，係都幾多年噶啦，1919年如果係我冇記錯嘅話。咁佢始終咧係好簡單，喺屋企整都得，喺酒吧亦都好多 bartender 都會識整嘅。有三個 ingredients 嘅，第一就係 Cedar Crisp 啦代替煎酒，第二有呢個 Aperitif Rosso
代替 Italian Vermouth 嘅 Vermouth。第三就係 Italian Orange 代替 Campari， 咁兩樣都係 inspired by 呢個意大利嘅飲品啦。咁等我請教大家點樣整呢杯嘢啦。咁我哋首先有呢個 mixing glass 啦，跟住最緊要係量杯或者一個 shot glass， 每一個 shot glass 大部分都係30ml， 即係代表一盎司。咁最簡單，我哋落呢個 cider 先 ，non-alcoholic gin 一盎司啦。它是很易記的，因為每一個 item 都是落一盎司。Liars 這個牌子，澳洲牌子叫做 Liars， 為什麼是 Liars 呢？ Because you want to lie to your friends and your guests， 當是你是在喝一杯雞尾酒，只不過是雞毛酒。跟住第三個 ingredient Campari 的代替，紅紅地。之後咧，最簡單一樣嘢咧係，佢係就咁加冰 stir， 好啦。跟住我哋有呢個 bar spoon 啦，你可以 stir 啦。或者你屋企都可以用筷子代替一個 spoon。bar spoon 咁簡單啫，然之後我哋攞一個 rocks glass 啦。咁當然你喺屋企咧，你個 freezer 可能你唔夠裝咁多冰，咁我哋 sustain 翻佢 upcycle 咗佢，用翻頭先嗰粒冰啦。然之後 strain 落去個杯度。我多時咧喺酒吧咧，我哋會 serve 嘅喺 bar QD8， 我哋喺萬豪酒店。的四樓啦，咁如果你哋得閒可以過嚟試下，跟住橙皮啦，最好玩咧。如果喺酒吧咧，或者你屋企咧，你可以校暗啲個燈，點解咧？因為有啲少少 surprise。之後咧，啲橙皮，我大部分咧會想用呢個橙皮咧。你抹一抹嗰、那個揸住個位，咁當然你個 friend 或者個客人開始飲咧，揸住嗰只杯咧，聞到嗰只橙皮啦。跟住我哋 tailor cut 呢個橙皮啦。都唔需要跟翻個樣嘅，可能就咁橙皮擺落去。呢個就係我哋雞毛酒嘅 Negroni， 但係咧唔使驚，因為我哋今日咧準備咗一個 bottled cocktail 俾你哋 bottle。Negroni 俾大家試，咁咧點樣飲咧？一翻屋企你可以 store 幾耐咧？你可以擺喺雲雪櫃，攞一個 rock glass 加埋冰倒落去，加個橙皮，搞掂啦，已經整定噶啦。Thank you， and 大家身體健康 ，Cheers。多謝曬 Bryson 啊！咁啊，呢個 mocktail 一陣大家離開嘅時候，我哋已經準備咗俾大家噶啦。咁咧，頭先喺 Bryson 短短嘅 presentation 期間咧，其實我哋顯示咗唔同嘅 effect 喎。包括咧個產品可以360度凌空頭先咁樣轉啦。除此之外咧，個產品其實可以放大縮細嘅。咁啊，呢啲都係將來如果你諗到你想做 product display 或者 launch 嘅時候咧，你話俾 Hiller Pharma 聽，你諗到嘅咧，佢哋都一定會幫我哋可以做到嘅。咁另外咧，而家舞台上面咧，其實某部分係真實，某部分咧其實係電腦效果嚟嘅喎。咁不如我哋睇下而家個效果係或者真實個 stage 係啲咩樣好嘛？咁其實事實上咧，我哋就喺你隔離嘅啫，我哋喺你隔離嘅 ballroom。咁啊，轉頭咧，我哋想邀請大家過嚟呢個 ballroom。實質上咧 ，Sunny 咧喺度嘅。事實上咧 ，GP 咧已經飛咗翻嚟香港，唔喺馬來西亞噶啦。咁啊，轉頭我想邀請大家過嚟可以睇一睇。咁我哋希望呢一個好簡單嘅示範啦，可以令到大家跟住落嚟 plan function 嘅時候，可以多啲唔同嘅 idea。咁到最後咧，我哋大家祝你哋一齊身體健康啦！希望疫情快啲過，我哋大家一齊可以做到 physical event。咁轉頭見啦，好冇？轉頭見。OK。拜拜。